嗨嗨咦哟，是嘿哟，大家好啦哈，我是娜美错了，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我们的 Life in Manga。 那我们上一集是把我们的地图给扎烂了，没有错啦，已经灭村了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开始，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那一个 Manga 这样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 OK， 好，我们开始了。然后我们这次选择是一个大地图，然后还真是蛮大的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仓库 ，OK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电跟，哎没有，这个是全部都是那个水。然后哎不是水，空气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婴儿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电跟水，然后这边是外界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，又当然就是理所当然就是要先建那个什么。哇哦，感觉这边很大，这边呢这边也很大。这边也很大，好吧，好大，这地图真的好大。好啦，先不要说废话，那我们就先把这边给打开，炸开，打开，炸开，哎呀，都一样啊。那我们就先炸成差不多这个样子先。为什么有些地方炸不到啊？试试看就懂了。然后一样的就是，我们先把我看看，这样子好了。然后你过去这一边，你过去这一边，然后你过来这一边啊，你只能这一个，那你过去这一边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你过去这一边，这样子，好，走吧，开始做工吧。然后我们需要挖一个这一个，所以我们这一个等一下也是要炸开，我不如现在先炸开好了，大概这样。好，走吧。OK， 开始炸开了。然后我们先做我们的门，门坐在这里。哦。是金属，难怪炸不开，那就没关系吧，能炸多少就先炸多少。 OK， 然后我再把这边给炸掉。 OK， 然后这边也炸掉好了。 OK， 继续吧，这边炸掉，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先放我想想，我们就先放我们的墙壁先，然后再打算放什么，墙壁就先把这边堵住，然后这里，然后这里，好，然后这里 ，OK， 好，这边好了，那我们就先放下我们的那一个机器，对，挖矿机器，然后我们这边就先，哇哦，这边好像很大哎，那我们这边就先打开，然后我们要再放另外一个机器，你们懂的，就是拿来那个什么。有仓鼠啊，仓鼠别来乱啊！好，这边就先打开，你不要走太远哦，我很担心你们的哦。OK， 然后我们这边就先放多一个门，放多一个门，然后这边补一个地上，我们补这样子，大概先这样，然后走吧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补那样啊，那样是有一个理由的啊，先补先，先补先。OK。然后我们再放下我们的那一个，嘿嘿，就是这一个，这个东西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放下。那这边就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墙壁跟他们先堵起来。墙壁大概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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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 ，OK。然后我想想哦，然后我们先把这边给炸开，然后再把这三个取消掉。哎都这三个，哎都这三个，哎都呀，啊这样子 ，OK 可以了，走吧。先把这三个给取消掉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那边进进出出。然后这一边的话，我觉得厨房放得下吗？放得下 ，OK。那我们这边就放厨房跟放我们的餐桌，餐桌放置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可以坐得进。那我们再放我们的地板。地板放红色好了 ，OK， 大家讲，走吧。有餐桌有地板，那就 OK 了。那这边就先差不多了。好，然后再把那个堵上去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放我们的电吧，电跟水。水的话，我心想，这样连过来一个 ，OK。然后电的话就这边连过来，连一个就够了。然后再把这边连过来，这样子应该就行了，应该啊，也许啊，或许啊，然后这边再连过来 ，OK，Let's go， 看就懂了。
好，有 ，OK， 好，店都走行程了，老鼠也行程了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接下来要进我们的洗澡科学室跟那个睡觉的地方。那我想想，我们讲解，我们先把这边给炸掉，炸掉三个，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先堵一个墙壁，墙壁堵过来。然后再把这个给炸掉，然后我们再把这边给炸掉，这边的里面全部，不是你，这边里面全部给炸掉。OK， 好，先炸掉吧。好，我现在有刺的，就先不用担心他们会肚子饿饿到死。哎呦，地震了！那我们先把这边给炸掉，这边炸掉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先放我们的墙壁。OK。墙壁先补好，好，还有这里。OK， 弄好墙壁过后，我们先弄一个门，这门可以进来。然后我们再放蓝色的。然后我为什么要放那么五颜六色？我就是比较喜欢五颜六色。OK， 好。然后这边我们就放多一个灯，灯我们就放这样。然后，就先给我们做先吧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我们这边就先放床，床就这样放好了。好，我知道怎样放了，我们转过来。OK， 然后床就放这里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张床应该 OK 吧？应该 OK 啦，轮流睡吧。好，就先做一个小小的那个浴室，好的，给你们可以睡觉这样。然后这边的灯我选择红色，然后这边的灯我选择黄色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那我们的宝宝出来生了没？还没出生。那我们就先放电，这边需要电电，我知道这边需要电电。这样 ，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好。垫垫好了，那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这里。天哪，要建好东西哦。好，这边再建了一个门，然后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，这边科学室好了，这边就先科学室，然后这边我再炸了一个门出来，应该 OK 吧？应该。然后这边就炸比较大个一点，不要太大个，大概这样，不要这样子好了。OK。走吧，要先炸开，各种炸，各种炸，然后这边这样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好像还没建那一个什么，那一个农场。对，我们还有农场。对，我们还有农场，我差点就忘记农场了。等下又没农场，等下又没食物，等下又爆炸啦。好，这边就先建墙壁。好，我们的宝宝出了，我就要去动他们了。宝宝，这里再生唱吧，谢谢。岁月不留人啦，宝宝还是要长出来的。然后大概这样，然后这边我们就先放红色好了。OK， 然后放完红色过后，我们就先放我们的洗澡。他们放好。然后洗澡之后，这边是我们的厕所放两个先好了，应该没问题，不能放太多，因为我们的那个材料会有限。然后这里的话一样的，我们就先用墙壁给堵住，大概这样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边炸掉。 OK， 打完先做好。然后哎呦，每次都出来，讨厌耶。好，然后这边用墙壁给堵住。来吧，孩子，那位你不要再出去了哦，出去没法进来了哦。姐姐，我要把外面给堵住了哦。进来，孩子，不要想不开，孩子，还真想不开，我做不了什么事情哎。好吧，那就放着好了。然后这边我们就要放 coaster， 哎 ，Mad， 对。我想下哦，如果这边我们之后放一个新的出口的话，那就放这里。
我先放 Mad 好了，然后我看一下我们的那一个，我们的那一个发展是需要放在，好，没有讲究，没有讲究就好了，没有讲究就好，没有讲究的话就简单多了。好，这样 ，OK， let's go。我们等一下要补电上去，但是等我先，我们先把这些全部东西给搞好先。好，我想一下我怎么放，这样放，一二三，这样放成三，一二，好，自己这样只能放二，那就这样子好了。打读好 ，OK， 三，好，自己放三个。然后我们需要三个农村，对啊，我有三个农村吗？好好问题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们现在我们要先把东西给搞好了，这边你就先去 size 吧。然后，我看看农村，农村我们需要三个，好，你们三个都农村，那我们就这一个一个，然后我们需要一个这一个，然后我们还需要打扫的，打扫的就放一个应该就够了，大概就先这样，走吧。然后我们先补电先，我差点就忘记了。这样补，然后再从这边过来 ，OK。然后电的话，好，你们先补。电的话，我们就要从这边过来，然后从这边过来，从这边过来，过来，过来 ，OK。这样应该就行了，应该啦，也许啦，或许啦，这样就行了吧，对吧？好，那我看一下我们的储藏库，很好，我们需要新的储藏库。不是吧，等一下，新的储藏库这个吧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看一下我们垃圾还没有要满，那就没关系，我看看哦，这里再堵过来堵过去，那我们需要炸掉这边，然后自己要炸掉，好，就先这样炸好了，走吧。这没有办法，我们又要扩出去了。然后这边放一个门，怎么了？缺乏水源，真假的？我们需要先建一个水源，水源的话是在水源这里，水源 water pump 跟 water pump 才对，但是这边放不下，那我们就放在这里了。好哦，好哦，好哦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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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给我先建好我东西先，太多东西要建了。那我们这边就先堵墙，哎，你出来，好，这样子逼他出来好了。好，你终于出来了，感恩。然后这边这样，哎，都那边先堵掉 ，OK。好，谢了，到这样 ，OK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就先放我们的地板，这一个记得玩这款游戏不管怎样地板都要铺，先铺，不然的话等下会爆炸，真的，然后再铺上这个 OK。 然后开始有人成长了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那个人在哪里，你吗？你就先做这个好了，我们现在缺乏人手员工。好，我看一下哦。那我们要先放水。我的吧，哎，放不下来，要250，我们有250啊。Concert Flow， 我记得这个是放 Concert Flow 啊，不够哦，真假的？哦，231，那没关系，先放这好了。我们要先建这一个，这一个是我们的冰箱。冰箱我觉得我们就放在这里好了，这里啊，这里好了。然后我们还需要我们的那一个什么，那一个 rest station 啊，不够，那要等了。好，我们就先等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有这个机器应该 OK 了，应该啦。那我们要放水果，也都这个好了，然后我们要补电对吧？补电过来这里，然后再过来这里 ，OK。
蓝月轮长大成人了，我看看谁啊？出来面对好吗？这样子好了。嗯，那你过去这边，你过来这里好了。走吧，继续。两个人煮饭应该没问题吧？好，有电了。OK， 好，完美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有点问题啊，因为我们现在不够那个建筑材料，然后就是有点糟糕，现在情况有点糟糕。这边我们先炸出来啊，有地震啊！这边我们就先炸出来，哎，等我这样子，这样 ，OK， 先炸出来，怎么了？不要哦，不要自杀哦，自杀不好哦。好，这边先炸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放我们的墙壁先堵住这里，到这里。好，好小个哦，太小个了，太小个了，不行。要再炸出去一点，太小个了，大概这样。OK，Let's go。没办法，这个必须要炸出去先啊。然后我们这边就不放门了，门没关系，我知道不够水了，等等，要等一下哦。呀，是不够水还是被那个仓鼠给挖掉了、啊？果然。可恶 ！OK， 好，你们先去，那边要先堵起来。可恶的仓鼠，这样应该 OK 的吧？好像还不 OK， 我看一下，水源有到，哦，不够水，好，那没关系，不够水，好过被挖掉，然后没有水啊，然后这边先堵起来。OK 的，哎呦，好，我们这边已经完成了，然后我们要先放下我们的水源是在这里，这个，好，放在这里 ，Go， 然后这边要连接水，这样 ，OK， 走吧，那个放错了，我知道不够水哦，等等哦。建东西需要时间啦，好，这样应该 OK 的吧？有了哦，那我看一下，我们又成长成人的家伙是谁？你，好啦，你修理好的。为什么现代的孩子成长过后感觉不是很重用啊？喂，是什么 ？OK， 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这里，这里的话我们要先建。放这一个好的，这样 ，OK， 然后把这个给炸掉 ，OK，Go go， 有啦，咦，满了哎，我看一下哦，满了，那我们还要再放多一个，啊，不够，等一下吧，各种不够又要等了，53 54 55 56 57 58 59 70。跳七三七四九九九，快！好 ，Let's go。再放出一个，有啦，这边都一直在挖，虽然说挖有点慢，然后这边藏的有点快。好，然后这边也 OK 了。好，哪个不够的事情，我知道我们的那个建筑师会做掉哈。然后这边再用墙壁堵住 ，OK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等够材料之后，我们又要先做这一个跟这一个了。嗯哼，那只能等。那这边我们就放蔬菜，那就不够，不怕我们没有蔬菜吃了，有没有？好，主菜加油。嘿，想吃东西，想吃的人啊，可以去那边吃，有没有？那我看一下，接下来又水啊，又是你，喝那么多了，你们到底？
怎么啦？垃圾桶满了，垃圾桶满了，炸掉它，炸掉它，重新经过。这是我发现到这个最简单解决掉这个东西的东西啊，应该可以吧？炸掉它。好，那我们再重新经过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那就不怕垃圾桶需要进很多个很多个很多个才可以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等我们的建筑材料满，对，可以啦，这样就 OK 了。等我们的建筑材料够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先做我们的 research， 就是我们的那个研究所，这个。有啦，我们现在生活的乐于乐哉的 ，OK 的啦 ，OK 的啦，我们电还够，虽然说快要不够了，我们电快要不够啦，我们要开始建电了。因为你如果你注意到，就是它这一个条啊，就你看到的就是那一个条线，你看到没有，电量不够了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条线就代表就是说他们的那一个生存量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 oxygen 的话你就只能看这里了，所以 oxygen 之后又要再建了，等等吧，我们先建好我们的其他东西先，因为一次过要建太多东西的话很麻烦，现在又要等，哎呀，一直等建这个，这个的话就先建在这里，应该 OK 吧，应该可以吧。好，有上升了就好，我很怕下降了，下降后麻烦的，我们需要更多宝宝，拜托了。哇，等一下，你们不要先生病，先生病不太好，等一下，先生病不太好哦，先生病不太好哦，不是时候哦，不要闹哦。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 mini 300的哦，这个才神，都300多，我的妈呀，我要等多久啊？300都不是小数目啊喂，那我们也只能等了，好像也没有办法，300多，好恐怖，那个数目。我看一下，我们能不能先借那一个。我们就先建那一个让他们能休息的地方好了，这个啊，我忘记了那一边，等一下，我那边等一下要堵起来，先放下这一个门，拜托了。但是我觉得先不要放门好了，放门太危险了，不太危险，是太浪费了。好，然后那边也需要电啊，电这里。拜托了，只能说希望能够啊。怎么啦？你们不能洗澡？为什么不能洗澡？我看看 ，shower pot， 这不是吗？这是吧？不要吓我啊！有，这个有就 OK 了。好 ，nice。然后再看看我们垃圾桶要满了吗？要满了，又要炸掉它了。垃圾桶一满就要炸。嘘，不要学我啊，学我不太好啊。好，这边要补起来。那我们先把那个垃圾桶给炸了。各种炸垃圾桶，然后再补垃圾桶。感觉好坏哦，底下。煮饭的人呢？等一下。该不会你们全部老了吧？好像是哎，有点糟糕。他们进入高年龄的那个什么了啊？有点糟糕。我的聪明开始进入了那个高年龄的那个时段了。好，我只要没电了，等等好吗？需要300多啊，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有，电影慢慢回来了吧？没有，哪里的电坏掉了？这里 ，OK，
修一个应该就 OK 了。啊，等一下，鱼儿，鱼儿，你不要先死，鱼儿，你不要先死，等我，鱼儿，你等我。有电通，这里修啊！我们修，刚修了，有人了，有，人员快修！呀，你们不要跟我说你们不会修，混账！我还是在进度一个比较快，我进度一个比较快，对我进度一个比较快，真的。OK， 有。等一下哦，我们的 engineer 都在干嘛？不要再睡觉啦！睡觉麻烦的是我啊。好，我们又有小孩了，又要再生产多几个小孩出来。不要闹啦，麻烦的是我啊。OK， nice。然后我们还需要多一个电源啊，这可能要等下一集了，好吧？然后就我们这一集就先到此，没有错啦。如果喜欢漂亮看跟张老师，就是我找我的更新影片。然后我们下一集就继续完成我们的一些有的没的七的八的吧。好啦，今天就先到此，然后谢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睡觉，加拿，加。